要克制，真的假的啦？真的。嗨 ，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就直入主题，现在在彭于晏夏季白鹤绿地的秀场周围，我们现在在寻觅，因为不知道具体在哪，现在还在找，已经省去了我什么起床呀，乘公交车，乘火车，各种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今天尽量保持着淡定，表现出场地记者的素质，不要带有太多的私人感情，尽量不要拉仇恨。好，就这样，现在就是要穿过这个花园。我知道你们可能不太在意这些美景，但是主要是我们要穿过这个大花园，然后穿花园的时候又没啥事儿。现在汇报一下，这次也是特别悬，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地址，就想着在街上随便溜达一下。去看到了秀场的位置，就是在我身后这一片，但是呢今天情况不太乐观，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从哪个门来，不像上一次比较明显有一个大门，所以说我们现在去踩一下点，今天如果看不到的话我估计就去吃一顿。真的是很天哪，我在抖，我们偶遇到了在这拍广告的彭于晏，然后我们现在我刚把信给他，我发现我现在手都在抖，莫名其妙就遇到了，天哪。好可惜，我这个不能放大。今天没有合照 ，AD 在这里。然后刚刚是我们真的是准备不知道那个入口在哪儿，所以我们就随便瞎走，就要在公园里碰到了拍写真的 AD， 然后我给他我的信，然后他们不让我们拍照，所以说我们就没有拍，但是我们就默默地在旁边跟了一下。哦。啊，好累呀、啊，看着。Who is AD? Chinese star. Oh, wow. It's really famous. Really famous. Super hot. Super. Yeah. Chinese star. Yes. 他们不知道也在拍。我能拍到我的内存不够。对，太享受了，那么久。
哇，那又来了一个谁啊？又轰动了，哇，好吓人！我不走，我就守着 IG。我不也不能叛变，我不走。今天的心机全部用在这儿，别的都不重要，别的都不重要。我们已经看到他了，但是真的看起来很累的样子。AD 要好好休息哟。像是现场的音效，但是我们看不见。像我们边看这个直播，然后边听它的音效。我现在没找到 AD 在哪。被自动签。对呀，万千。他叫你在这儿，你在这儿。来。不要客气，真的假的啦？真的，真的。等我，等我的，谢谢。那你明天要看紧急救援？紧急救援要看要看。刷十字。2020年春节档，过年。好的。好不好？好的，好的。谁的？小哥哥好帅。还要过去？谁的笔？我的，我的，我的。大家搞定好帅，都可以合照吗？感谢人气，抓紧时间，这里，拜拜，好了，走了，再见，走了，再见，哇，好可爱啊！好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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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这边走了。You change your camera, brother. Oh, yeah, yeah, yeah. You coming tomorrow? Yeah. Oh, tonight? Oh, yeah, yeah, yeah. All right. I'll change another look for you. Another look. Yeah. So, starting from the hotel again? Welcome to the hotel.小哥哥，你会看粉丝留言吗？你会看粉丝留言吗？第一次一直有跟你讲话。你回给我吗？对啊。第一次当面。没有看。在工作很少。好好工作，好好吃饭，记得开心。Can I get something? Yeah, of course.
I know you don't know why. Oh my god! Hey, what's up, man? Oh my god! You here? Yeah. What? Are you who? What part are you?我先坐火车来看你们。你在哪里读书啊？在里昂下面，坐四个小时火车。等一下好不好？好嘞，好嘞，谢谢。上次我也来了的。上次也来了吗？嗯，1月份的时候，他特地坐了4个小时的车来看你的。这样，哇，上次来了。好，欢迎。四个小时住哪里啊？4个小时。里昂。啊 ，sorry， 手都在抖。别抖，你抖就拍不清楚了。好了，因为我要想要上车了。好了好了，谢谢，可以满足你了。OK， 谢谢。拜拜。哇，天！我今天尽量保持着淡定。Hello，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看。其实今年我也根本没有想到我会有第二次的机会在巴黎见到 Eddie， 所以说这个视频呢，我会尽量的剪掉自己的片段，然后留下都是我拍摄到的有关 Eddie 的片段，希望没有到现场的小朋友可以分享我的这份喜悦，让大家有一种自己在现场的感觉。然后这个视频不需要点赞，也不需要留言，只需要你看得开心就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